你们快点，我们要去找那个马头。 要让他们疼得满地打滚。 听到马迭尔方向枪响以后，立刻引爆松花江大桥上的炸药。是，在凌晨5点钟之前，任何人不得离开这里。违令者，按通共分子论处，格杀无论。是。 上去就是。哎，这是去哪？
啊，这是。快下去啊！下去，快去。看见了吧？没骗你们吧？出发！
等会儿。打这劲儿。掉头。快快快，往回走，快。抓住唐毅，赏100块大洋。200块。冲！
黄长官，找到他们了吗？找到了。人呢？唐长官，请您一定不要激动。什么意思？你老舅还可以，可是你母亲……你给我说清楚点，我妈怎么了？啊？你母亲已经……清楚了，你要是说实话，我留你条全尸，你的后代要祭祀你，还能找到个全虚全影的祖宗。你要不说实话，一刀割了你个臭葫芦，让你以后只能永远做个孤魂野鬼了。不知道哪个挨枪子的把消息报到山上，太君让我们务必把他接到山上，绝对保证安全，不然太君就把我们给灭了。这么说，老大，咱在这儿杀不了人了？老大，来了来了。老规矩，带上山了。梁老官，我们得按规矩来。我明白。
人带来了。先打发你的人回去，随后你也上山。哎，是。战争机器是够残忍的呀。走，放！
话好好说啊！屋里黑着灯，好像没有人。如果屋里有人的话，也早就跑了。按照我们的部署，准备行动吧。是。我把眼睛睁大点儿，一眨不眨的给我盯着。如果他有放走共党的意思，马上执行区长的命令。Thank you.
燕燕，我哥这次在关东电疗行的行动中表现得特别英勇，姚玉成被我哥一举歼灭，对吗？燕燕，我要祝贺你，这次是为党国立了大功，你令我刮目相看。愿为无数效劳。好了，你也累了，去洗个澡，早点睡吧。是。晚安。 干爹，这下放心了吧？你也早点睡吧，祝你做个好梦，啊！晚安。这是姚玉成同志牺牲前发来的电报。 保密局东北区区长武桐，素以党国利益为重，公主屯事件中只身入险，拯救孤军，实属忠勇慷慨之举，为褒扬先进，振机厚学，特予嘉奖。保密局东北区集合式集合员唐烨，身陷危难，矢志争先，救援上司，忠勇舍己。 在清除团体内害群之马的行动中，表现尤为突出，实堪嘉奖，特记功一次，并提升为保密局东北区二处副处长，尽忠孝贤。 告诉宋一玲，我一个人来了。不用告诉了，我来了。吴长官，好久不见了啊！过去我一看到你的影子就打哆嗦呀，一想起你的样子，我就做噩梦。 因为我怕你，你手下所有的兄弟都怕你，山不转水转呀！你做梦都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吗？你，钱呢？ 剩下的回去再给你。可是对不起了，吴长官，钱我是要了，可我不光是为了要钱，你还要什么？我还了却我们之间的另外一笔账。我今天落到这个地步，都是你一手策划的。你跟唐烨的关系一直不清不白的，你现在告诉我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 他从共匪那边过来，到底有什么秘密任务？你是不是一直在暗中保护他？说呀！他是共产党，怎么了？我不是共产党，认了吧，或许还能有条活命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
既然是这样，我所有的案子都可以翻过来了。我再问你，你到了剿总司令部，你还敢不敢重复你刚才说过的话？当然敢。我才不信呢。哎呀，你个老家伙，这是你惯用的伎俩啊！你现在马上给我写下来，签字画押，我再信你。写。老舅，乔立文怎么突然来？逃婚。你还爱他吗？我从来就没有说过不爱。那刘航呢？Thank you.
算了，不提了吧。你能回沈阳，我已经够高兴了。去把丽文叫上来，我见你的。来不及了，把通行证给我吧。 行吧。武藤，五副参谋长，卑职陈翔有要事禀报。说吧。我们刚刚抓到了一个奸细，从他手中缴获了一张城防公示图。他交代，这图是咱们内部的人传出去的。他还交代。 干什么你？你真以为你能带着这个包走出这栋楼？别动！如果叫人进来，我会告诉他们你和我之间的特殊关系。我会跟他们说，是你把我安插在保密局和东北区的机关里，是你让我来锦州。 是你让我把城防公示图交给共产党。你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。我之所以喜欢你，是因为你是个讲义气、永远不会出卖朋友的人。如果我的朋友对不起天下，那我帮他就是与天下为敌。 不愿为了一个人而去背叛天下人，这一个人是你父亲。不，我说，副参谋长。 给我。
为什么国军的地盘越打越少？为什么共军的地盘越打越多，对我越来越壮大？这到底怎么了？难道不是因为老百姓支持共军，抵制国军吗？难道不是因为像宋以良这样的败类太多了，让党国尽失民心吗？ 造反！如果我们没有未来，我们能不能不把自己绑在一个即将消亡的政府上？必须要保住这条关内和关外唯一的通道，以免国军全军覆没呀！ 我想毁灭自己，毁灭这个世界。我怀疑一切，怀疑所有人，甚至怀疑你。我不想失掉你们任何一个。行啊你！一人一枪，谁死谁倒霉。不死当过年，你先还是我先？你先还是我先？这招是你出的呀，应该你先。
对不对？大伙说啊。小心溅你们一身血！没事儿，该你了。叫他孽种，还说都是我逼的啊！这莫名其妙，就是你逼的。要不是你天天嚷嚷着跟唐家退婚，他能留下这封信就跑吗？你赔我女儿，你赔！哎呀，好了，他不认我，我也不认他。我乔某人大不了做个无儿无女的孤家寡人，那我也不能招个国民党特务来做我女婿呀！啊！别哭了你。这批物资是运往三纵队的，今天晚上就出发。整个车队要是炸起来，这场面一定是蔚为壮观。你说的是今天晚上吗？对呀。那即使我们把情报发出去，飞机也来不及呀。那怎么办？我想想看。我们为什么只能靠飞机？你的意思是？用人力炸掉它。靠人力炸车队，那也太困难了。沿途都有共军的巡逻队。过来的时候，武区长一再强调，由于我们的情报不及时，让共军屡屡得逞。我们当务之急，必须要做几件漂亮的事情，为保密局东北区挽回影响。可是，这是武区长的死命令，你只管执行就好了。是。再有，这次任务完成后。你跟我一起回去。回去。这边你指定一个队长全权负责，你回长春，隔三差五来视察一下就可以了，不用长期待在这儿。这也是武局长对你的关怀。谢谢局长的关怀。乔小姐，该走了。走？去哪儿？过江啊。过江？都这么晚了。放心，我们经常夜渡，不会出问题的。那周太太呢？她那边有点事儿，晚上赶不过来。你先走。不，她不回来，我不走。嗯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走不走就由不得你了。不，我不走。
是马汉鹏。什么？把乔小姐带走了？那个女人呢？没看见。让他们过江去，不要管他。喂，我是龙涛啊。报告龙部长，那个贾秋远已经出动了。好，你们马上通知公安局的马汉鹏，随同你们一起行动。是，放心吧，龙部长。好。再过5分钟，车队就要来了，你赶紧把炸弹发在朝中央的要害地方。